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猫呀。今天我休息，一个人在家里准备玩一会儿《迷你世界》，于是我就登录了游戏。然后之前我们这个仓库里面、游戏库里面的游戏全都玩腻了，大家觉得都玩过去、玩过来、玩过去、玩过来，全都是这几张地图，能不能找点新鲜的？所以呢，今天趁休息。我准备去灵机大厅找一找，于是我就打开了灵机大厅，结果一看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吃丹药成神地，这是什么地图啊？我都没有玩过。还有什么？快进房，晚上有怪物，这个我们有经常玩哦，只是可能版本不一样。还有什么？打怪升级属性，这些地图。匀速大比拼，升级你的枪，我都没玩过，这是什么呀？还有斗罗大陆武魂升级，开局一把斧，万能木板。说实话啊，这个我玩迷你世界3年了，还没怎么玩过这种，特别是这样的，什么斗罗大陆无限循环，这到底是什么图啊？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吃丹药并抢修炼成神，丛林吃成丹神，战斗力9999999，这么多九，又有一个了，看到没有？吃丹药飞升成仙，我是霸王龙。所以说，大漠的粉丝们，你们有知道这是什么地图吗？吃丹药做6届主宰，我怎么感觉这有点像小说，看好多，现在好多这个图，修仙，要不我们进去看一下，看看是什么地图啊？看啊，全网热门，搞不懂了，搞不懂了，反正我都不玩这个，娟娟也没有玩过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图？你们有没有玩过啊？来来来，我们进入游戏了啊，打怪。掉丹药，打开背包加工升级武器，内丹可通过 BOSS 礼袋清到各种礼包渠道获得。这是什么？神兽图腾。我们激活一个站着的吧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然后我们要去打怪吗？一级嘟嘟鸟战斗力为50，哪里？一级企鹅战斗力100。他隐身了吗？一级小冰熊，他等级一级都可以隐身的吗？哇，外面是冰雪世界。这是什么？妖兽牧场。去看看啊。你看右上角有什么？哎，左上角有什么？战斗力25100，一键吃丹在线奖励，战略排行，中盟快速回城，装备回收，个人属性图腾。你们玩这个吗？这终极战斗力15000可以进入，我进去看看啊。但是怪了！哎呦！一下子就嗝屁了。但是你看，这个战斗力20000多，他应该挺厉害吧？他为什么要打我？25000多，我现在战斗力多少？我也25000多吗？那这个为什么只有100？玩不懂，玩不懂。所以说现在迷你世界都变这样了吗？这些地图变成最火的了，大家都玩这个地图了。哎，是我落伍了吗？